他最近还好吧？挺好的。好的，有请各位领导留步，与所有的获奖嘉宾一同面朝前方镜头，一切刚刚好，美好的一刻，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其实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在关键的时刻指点了我。他教我如何说普通话，教我如何运镜，如何去挖掘美食的内涵和文化。此时此刻，我很希望他站在我身边，和我一起感受被你们肯定的快乐和开心。谢谢。何老师，正好同样的问题也想采访一下您，请问您在得知星辰书屋获奖的那一刻内心有什么感想？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帮助过星辰书屋的人。为啥是这样？我想这个奖不光属于我，更是属于我们。那能不能请您预测一下自媒体行业明年的走向呢？蒋老师这边请。哦，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喂，叶子。呀，你快回来吧！哎呦，我都紧张得快吐了，我真的不能上台啊。我马上过来。你刚才问我什么？请您预测一下自媒体行业明年的走向。现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贵宾、各位媒体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尊驾莅临2023自媒体盛典的活动现场。首先呢，非常荣幸向各位宣布，2023自媒体盛典活动现在正式开始。朋友们，师德纵横，行德高远。此时此刻，如果你也准备好了的话，让我们响起一次掌声，共同将目光聚焦至舞台一侧，有请获奖嘉宾上台进行领奖。有请，掌声有请。同时在今天我们的活动现场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我们自媒体中心的董事长张力先生莅临，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张董等领导能够上台为各位获奖嘉宾进行颁奖，有请。掌声有请各位领导。同时有请林小姐呈上我们的奖杯以及证书，有请。他最近还好吧？挺好的。好的，有请各位领导留步，与所有的获奖嘉宾一同面朝前方镜头，一切刚刚好，美好的一刻，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3、2、1，祝贺各位！也要谢谢各位领导，请各位回席就坐，继续就座观礼。何老师已经在候场了，蒋老师也已经就位。接下来我们将共同颁发的是年度内容突破奖，获奖者是星辰书屋。恭喜，有请获奖嘉宾来到舞台之上，有请。掌声有请。同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领导上台进行颁奖。三个星辰书屋收获千万粉丝的关注与追捧，星辰书用时间的深刻与沉淀，人们的性情以及温暖。是的，朋友们，呼吸之处无以至千里，再次的祝贺星辰书屋。祝贺。太棒了。年度内容突破奖，何老师，何老师，这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就是，你想怎么庆祝？首先吃饭，吃饭，吃好的，吃的好的，对，然后得发奖金，对对对对对，发奖金，然后还有然后，发奖金，再请你们吃烧烤、吃火锅，行不行？你们随便挑。行。